刘表是刚世之风啊，言而有信，重义厚道。我们以前真是错待他了。是啊，父亲，我也没有想到刘表竟然这么讲义气。刘表今日之恩，将来我们必当加倍回报。带回江东后。 你立刻把我们以前缴获荆州的所有兵马全部送还给他，再送他2000担粮食，500匹绸缎。以后逢年过节，婚嫁寿诞，我们都要以礼相和。 军肯定在水下设下了巨石，阻塞了航道。我们冲不出去了。启船登陆，跟刘表拼了！主公啊，江东战船都已陷入绝境，他们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呐、啊！这可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呀、啊！我们必须把孙坚父子彻底消灭，绝不能留后患啊！ 爹，今天就不陪你上岸了。
我的泉儿啊，你才智不凡，将来一定要好好辅佐你的哥哥。爹，你放心，孩儿以后会好好辅佐哥哥的。我们最可怕的敌人不是刘彪，而是袁绍。不久前我还为他出生入死，屡立战功，转眼间他就唆使刘彪害我。儿啊！爹，那个穿过玉玺，咱们不要了，咱们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改日把它转交给袁术，让他们袁氏兄弟相争去吧。爹，儿记住了。泉儿啊，爹。爹舍不得你，爹舍不得你呀、啊！主公，你放心吧。爹，主公，我该在，把泉儿带走。主公，那你呢？主公，走。主公，主公，主公。公子，不能去。